上的袈裟蓬，你笑我，他笑我，一把扇儿捧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无烦无恼无忧愁。哪有我，鞋儿破，帽儿破，身上的袈裟破，笑我疯，笑我癫，酒肉穿肠过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天南地北到处有，佛住在我心头头。走啊走，乐啊乐，哪里有不平哪有。哪里有不平哪有我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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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相传南宋绍兴元年，浙江台州府天台县有个李善人，平生乐施好善，怎奈人到四十，膝下尚无子嗣，忧心忡忡。每月初一十五，善人夫妇总要沐浴更衣，清早便到国清寺，一个菩萨一支香，盼着菩萨送子天驾麒麟。善哉善哉，
员外夫人下礼之时，佛现金光，天开眼，此乃千载难逢，夫人定身贵子。过日贫僧前来道喜。是，来，再来一勺。好，谢谢。下一个。林管家老爷，不时不节，今日方舟是啥名堂啊？我家老爷拜佛得子，今满百日，施粥三天。啊。啊！李老爷喜得贵子，今天满百日了，施粥三天啊！来，吧。这孩子哭声大，将来做官也大。说得不错啊。记住李老爷的功德啊！哭声大，做官大；哭声大，做官大；哭声大，做官大。哎呀！怎么？不知道？喂过吗？刚喂过。哦，不哭。不哭，怎么又哭了？来，我抱。今天我儿百日啊，爸爸带你出去啊，哈哈，看看五姨妈，看看四姑父，哈哈。哦，啊，现在就带你去看看花花世界啊，哈哈。哦，这就带你去啊，抱你去。不要出去了。孩子见了生人恐怕更要哭，我看就免了吧。哦，也罢。笑当哭，哭里笑，七情六国少不了。你的来历我知道，既然来了先要笑。笑了。夫人，你看这孩子笑得多像你呀！老爷，你看他的眉眼跟你是一模一样啊！老爷，哦，来。来。公子福分高，将来能拜相。抓印。帅有帅气，将有将才，公子将来挂将拜帅。抓剑。让我儿自己抓吧。芳芳，你看看这孩子，善哉善哉，我佛有幸。看来我儿与长老有缘。有缘。福王长老为我儿赐名。小施主姓李。
取名修缘如何？修缘。陀佛，逃生去吧。摇一摇，会摇摇摇摇，一会摇。我赢了，你输了，没输。哎，又多了，快看快看，又多了。天黑月明夜深沉，点起香烛关上门。哟，猪头三牲桌上供，四海的仙姑快来临，四海的仙姑快来临。在这儿，轻点，真的，慢点。哎呦，哎呀，灯，哎，在这儿。胡大仙姑，快来临呐！胡大仙姑，快来临啊！哦，胡大仙姑，我只求你降一场瘟疫，让四邻八镇的人都生病。不降瘟疫，就降一场怪毛病，让村前村后的孩子都受惊中邪。哼，这个坏蛋，拐了脚，歪了嘴巴，不能说，不能跑。让他们呐，都来找我，请神去邪。我要是发了财，再来孝敬大仙姑。这个老妖婆太可恶了，我爹我妈烧香求神保佑太平，保佑无病无灾，可是这老妖婆让我们的怪毛病，我恨不得烧了她的屋，让她先遭灾。这算什么，棺材店掌柜比她还要坏呢。前天晚上我到她家后院
听他也在烧香。弟子周敬才，诚心诚意祈求过往神灵。弟子别无他求，只求每天多死几个人，该死一个的死一双，该死一双的就死三对，保佑弟子财源茂盛，黄金万两。要死先死他。修元，你想个法子治治这两个坏蛋。对，一定要教训教训他们。哎呦，是你呢，王阿婆。棺材地掌柜家有人生了怪病，中了邪。哦，对，手发抖，脚不能动，嘴也歪了。喏，就这样。周掌柜说了，他只相信你，劳你去做法请神，定有重金相酬。好，我就去，我就去。你快点去哦。哎，薛元走，我们回去告诉周掌柜。哎呀，大仙真灵啊。公子，周掌柜，王阿婆家里遭到了不幸，有人死了，请周掌柜亲自送上一副上好的棺木去。哦，这是真的。阿婆讲了，只要棺材好，不还价。对，不还价。好，马上就送，马上就送啊。菩萨有灵，菩萨有灵啊。王家婆，哎，周掌柜，王家婆，你不用来，他是我来。周掌柜，哎，王家婆，你不用来，还是我到你家去。你不用去了，我给你送来了。好，你看，这是最好的，上等的。把病人放在这里头给抬来了。什么病人啊？手发抖，脚不能走，嘴巴也歪了。王家婆啊，你看你伤心过度，刺激太深，连神志都糊涂了。我糊涂什么了？不是你亲自派人到我家请我仙姑给你家里人看病的吗？去你的吧，我家里的人好端端的，有什么病啊？好，罢了罢了罢了，本该请你吃耳光的，念你丧事在身，不跟你计较。喏，你要的上好的棺材我给你送来了。什么？这个？是啊，你家里死了人，我亲自给你送棺材来了。哎呦，放你娘的屁，你也不打听打听老娘是什么人呢？哎，我是阎罗王的表姊妹，要死啊，先死你们家里的人。你也不打听打听，你爷爷我是阎罗王的老娘舅了，要病病你家里的人，我跟你拼了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四方的狐仙快来临。阿婆，阿婆，这棺材店的老板欺人太甚，大仙与你势不两立，胡兵下将，快把他拿下来，把他打到十八层地狱，叫他死不了呀！哎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哼，没那么容易。就是玄子今日得罪二位，
老夫这就给你们赔礼了，还祈求见谅。待犬子归家之后，定叫他登门谢罪。哼，我要他头顶香炉，一步三磕，磕到我家门口，少一步，老娘绝不罢休。李员外，这谢罪就免了吧。可是我这口寿材，总不能让我再抬回去吧？啊！二位说话也不掂掂分量，看看地方。我家公子向来是知书达理，非礼勿作。如若真有此事，恐怕二位也有什么非礼之处吧？什么？你胡说！少多嘴。速速将这逆子找来见我。是。李公子，这个小祖宗，佛门慈悲，功德无量。可是我们家一脉单传，要是修缘他……哎，夫人多虑了。修缘好佛，乃是受你我影响之故。想他生性内刚，嫉恶如仇，看来还不至于会有遁入空门之想。老夫所虑，怕他荒疏学业，将来一不能效忠皇上，二不能造福黎民，落得个一事无成。功名利禄，荣宗耀祖，成则好，不成也无妨。自古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以妾身之见，还是给他定下亲事，早早成亲，你我也就无所顾虑了。哦，嗯，也好，也好。我看他与杨家姑娘青梅竹马，情投意合，改日请人说和，就成全他们吧。啊，杨家姑娘命薄如纸，不妥，不妥。哎，还是陆家姑娘为好。高一点儿，哦，太高了，矮一点儿，矮一点儿，往这边，行了吗？好。嗯，不错。管家，管家，老爷，哎，修缘呢？你听。
花轿都快到了，可他人呢？公子不是在书房读书吗？哎，他不在，快去把他给我找回来。是。请老爷快看看吧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！道济是你的法号，尊我清规，守我戒律，青灯黄金，孜孜不倦，修身养性，经历磨难，广结善缘，早成正果。我佛慈悲。道济遵法旨。
春兰秋菊，韶光暗转。道济已在灵隐寺修行三年了，果然是晨钟暮鼓，六根清净，青灯黄卷，尊规守戒，堪称佛门楷模。这一日，夕阳西下，道济化缘归寺。施主，施主，你怎么了？施主，你醒醒啊！哟，你病得不轻啊，家在哪里？带贫僧送施主回家吧。在下天台县王家村人。王家村？你不是王权表哥吗？你是？我是修元。修元？对，修元，你还认得我吧？你是修元？对，修元。修元，我奉舅母之命出门找你，走遍了28个县也没找到你。表哥，这碗药你喝了吧。啊，我家里怎么样？我父母好吗？自从你离家出走以后，舅父一病不起，一年前他已经去世了。舅母孤单一人，思你心切，也卧床不起。表弟，你快些回去吧，兴许你们母子俩还能见上一面。若是晚去一步，恐怕黄泉路远，遇见也难了。表哥，你安心养病，等你病好了，我们一同回去。不，我在这儿养病，你先回去，否则你再也见不到你母亲了。这里已经有半年不施粥了。阿弥陀佛。半年不施粥了。已经有半年不施粥了。和尚，你来化缘？你不是李忠吗？我是修元。哎呀，是李公子回来了。哎呀，是李公子回来了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站住！和尚，你要化缘，走错人家了。走走走，走走。管家，这是李公子回来了。去。管家，我是李修元，请你速去通报老夫人，说我回来了。什么李修元？告诉你，我家员外不姓李，姓林。我家夫人才18岁，养不出你这个和尚儿子。管家，那真是李公子啊。你懂什么？少啰嗦，去。告诉你，再不走，将你送到官府，办你个冒亲之罪。阿弥陀佛。何方来的野和尚？我也来了。胆敢在此喧嚷！员外，和尚讨饭、讹诈冒亲，这是常有的事儿，您就别介意了。嗯，
那就多给他几个小钱，嗯，让他走吧。啊，好，林管家，我是修远。修远，你是修远啊？你认不出我了？风雨不可料，人心各肚皮哟。哎，既然是李公子回来了，那就里边请。公子，快里边请。自从公子离家之后，我奉员外之命，风餐露宿，忍饥受冻，到处寻找公子啊。想不到，老爷和夫人相继作古了。夫人在临终之前把这家产托付于我，可怜夫人在临死的时候还在呼唤着你的名字。公子请用。贫僧父母葬在哪里？18万。18万。哎，公子回来就好，所有的田契账本和钥匙全都在这儿，任凭公子做主。那个讹诈冒听的和尚在哪儿？喏，就是他。好，走。贫僧未曾犯法，你等为何这般？那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嗯，这是贫僧的家呀。哎哎哎，出家无家，当了和尚你哪来的家呀？就是嘛。林管家，你胡说八道，这是林员外。这是林府，不是李府。你这和尚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冒领我的家产，给我拿了下去。快走。走啊你！快走！活的，福的，福的，活的，福的，活的。人家的夫妻团团圆，我的那个丈夫不见影，不
仙应用，人家的夫妻团团圆，我的那个丈夫不见影，不见影哟。婆婆，你头发都没梳过，带媳妇帮你来梳。婆婆，我来帮你梳头。我来帮你梳头，梳头，婆婆，我来帮你梳头，婆婆，我来帮你梳头。灵隐寺少了个撞钟的人，念经的僧，道济的法号在和尚的花名册上勾销，道济的形象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。不知过了多少日，多少月，多少年，突然在街市中出现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。他惩恶扬善，扶危济贫，有人叫他疯和尚，有人尊他叫济公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给钱呐！要钱？给钱呐！那我可没钱，没钱。啊，还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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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师傅。拿去，拿去，拿去，拿去！嗯，给我，拿走，拿走，拿走！这里也给我。哎，你，小娘子长得还不错呢，要多少钱？公子，行行好，十两纹银。十两？十两？
你先跟我亲个嘴儿，是好了，我买下你。公子，行行好，发发慈悲吧。馒头，来自馒头。传的珍宝卖现钱，祖传的珍宝卖现钱。哎，和尚，和尚，和尚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卖什么的？嘿嘿，金龟。真的？哎，这是铜的吧？失足的真金啊。嗯，想卖多少银子？300两纹银。300两，我看看。买得起吗？看，买不起啊，不要看。哎，和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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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是偷来的吧？是我祖宗18代传下来的。哎，得了，得了，我买了。给100两，卖不卖？不卖，把你抓到衙门去。走。哎，得了，得了。哎，100两。还是你识货，卖吧。嗯，哎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呀。哎，真金的，合算呢，合算呢。丈夫去吧，丈夫去，跟我走，快回家去。哎，把金龟拿出来瞧瞧。啊，嗯，真漂亮啊。哎，哎，怎么了？啊，怎么是个馒头？金龟呢？掰开来看看，纸条。欺负民女，罚银100两。啊！恩公，这剩下的银两还给你。嘿，这些银两嘛，你拿回去办嫁妆，找一个好女婿啊。我和尚还要喝你的喜酒嘞。恩公，别拜别拜，不要谢。要谢呀，倒是我和尚要谢谢你嘞。谢我？你看呐，你还有一颗孝心，可是有的人呐，却长一颗狼心。我就是要借你的孝心去教训那一颗狼心。
宫，那是谁的家？我的家。烧掉家？哈哈哈！烧了，烧了，烧了就好啊！出家无家，一烧白了。哈哈哈！阿弥陀佛，我道济又回来了。